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保健病院的营养师。咱今仔日要来和大家开讲吼，讲看麦啊是啉牛奶好，还是啉豆奶好？这个先无法度直接安尼比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咱的国健署吼，就来甲咱讲，为什么豆奶甲牛奶无法度直接安尼比？国健署是咧创啥物货？好，先来甲大家介绍，咱的国民健康署是专门为着咱的国人的健康，也制定几款吼慢性病的预防管理啊、妇幼卫生啊、吼预防保健哦这些政策来守护咱的国人健康哦。所以伊的内底有一个均衡饮食指南，伊在咧教咱讲吼哦，咱的食材，这个豆啊类，一个这豆鱼蛋肉类哦，乳品类，一个这乳制品哦，哦，就是迄两种是无法度直接安尼比的。哦，啊，这两种呢，伊的差别伫倒？哦，按大家来看这个看板哦，吼，这个豆奶啊，伊是迄个蛋白质的来源，伊是大豆蛋白，吼，啊，牛奶伊的蛋白质的来源，吼，是这个酪蛋白。啉豆奶的好处就是讲，吼，咱的豆奶内底啊，有这个丰富的膳食纤维，但是呢，伊的钙质啊，甲牛奶比起来，佫比袂过去，吼，因为咱的牛奶除了丰富的钙质以外，吼，伊佫有一个叫做 BCAA， 这个支链氨基酸。是咧帮助咱专门生肉的吼，所以这是无法度直接安尼比的哦吼。但是有一挂民众伊就想讲吼，啉牛奶啊内底吼有足侪脂肪的吼，啊是毋是来啉豆奶较健康？吼，这嘛是佫无同款的一个议题吼。所以呢，各位迄个观众，你若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，欢迎您吼来到咱的保健病院。哦，咱的这个营养咨询服务团队，哦，一旦来跟您做一下说明，哦，来感谢大家。